在迪希尔，不早睡的小孩会被坏蛋抓住。又是哪本书上看的故事，就知道吓我，这才没有坏人呢。怎么还不回去休息？明天你还要早起卖报呢。正要回去呢，听到你的咳嗽声就过来看看嘛。兰舅阿姨还没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去迪斯吗？那里一定有厉害的医生能治好你的。要不我去帮你问问，或者我把我的名额给你。跟着商队进城的名额那么宝贵，你不想见到妈妈了吗？说这些傻话。兰舅小姐已经帮了我们大忙了，一切听她安排就好，不能再给她添麻烦了。那等我们都去了迪斯再慢慢打算。晚上风凉，怎么一个人在窗边呢？利亚姆那小子把你吵醒了吧？没有，他最懂事了。我只是有些睡不着，写信打发一下时间。那就好，我不陪你了。我恨不得太阳一落山就回屋子睡美容觉，谁让那个混蛋……胡安刚喝多了，吐在花坛里了，刚给他拖回去。哎呦，多好一株曼陀罗啊，这么一吐就枯死了。明天得喊小芝一起找株新的栽上。哎，小芝呢？嘘，他睡着了，明天我替你转告他吧。就能去第四了吧。
所到之处将遍地盛开鲜花。是谁在我的墓前放下杯与玫瑰？随时 OK 哦。我来亲自送他们启程。嗯，下次换个更炫酷的战斗模型吧。啊，我的眼睛好痛啊，要瞎了。你这也要让我受吗？与此战罢，与此战罢，直至荼蘼。迪希尔镇很特殊，处在迪斯边境，却刚好不在迪斯境内，各方都不好介入，而且它关系到迪斯移民问题。确实开放过，但1006年天灾加剧，想要挤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入境身份的审查标准被迫收紧了几次。那些在家乡具有不良记录、证件作假、身份存疑的人都会被挡在境外，要不说奸商会钻空子呢。移民审核收紧了，但杀海商路依然活跃，运货的买卖哪有运人来的值钱呢？哎，蓝鹫这次狂恶异动的重要嫌疑人，也是迪希尔的首领。迪希尔原本是迪斯的度假村，不过后来随着沙暴逐渐入侵，那地方完全被白沙淹没，就被划到了境外。那个蓝鹫就占领了那片废墟，用上不得台面的金钱手段，带着一批没钱没身份妄图混入迪斯一步登天的移民，占有了迪希尔。我们派人尝试调查了几次，但凭借那个家伙在辛迪家经营多年的人脉关系，黑白两道都卖他面子，在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他早就得到消息了。商队经营的证明做得天衣无缝，明明是沙海上人尽皆知的据点，但小镇上下抓不到一点把柄。边境活跃着一名势力强大的禁闭者，他手下的一帮势力甚至很有可能已经进入迪斯，就算局长阁下不关心，第九机关想必也不会放任不管吧。为了迪斯，所有威胁城邦安危的种子都该掐灭在沙海中。走吧，画枯萎得越来越快，留给迪希尔的时间不多了。我不在的时候，如果有新客人上门，记得让镇上的大伙好好关照。你说希拉现在在做什么呢？大概是在超级松软高级的床上醒来，然后让专业的迪斯医生进行全身检查。我猜也是，等检查完
他就会一个人给大家写信，就像他给家乡的信那样，报个平安。兰鹫小姐这次去迪斯的队伍出发的太突然了，连和大家告别的时间都没有，居然就连夜离开了。唉，希拉现在肯定涨红着脸，要写整整好几张纸来道歉呢。快，利亚姆，快帮一把，我看不见路了。我看你大衣都快破了，一路上受了不少苦吧？哎，你不是跟着商队来的，居然自己一个人找到这里，真不容易啊！哎，外面那些沙盗沙怪不好躲吧？哎，人家行李都没放下，你盘了个什么劲儿？怎么跟迪斯边关拿枪的那些一样讨厌啊？倒是让人家先休息休息。哎，我跟你说啊，在迪希尔你不用客气。一切都跟自己家一样，你看啊，这里是饭馆和面包房，再远一点还有杂货铺和邮局啊，还有那边。欢迎欢迎，这里就是迪希尔镇，我叫利亚姆，他叫小芝。来了迪希尔都是自己人，少讲究这些花里胡哨的。一个人穿过沙海来到这里的，除了我，妈，你算迪希尔第二个，有种！冲你这劲儿，就该给你办个接风宴。嘿，你就是自己贪嘴了，别找理由啊！你也要去迪斯？哎呀，迪斯好啊，迪斯，当然迪希尔也好。别见怪，他们就是爱凑热闹。你是来找兰鹫小姐的吧？他刚带着商队离开，不介意的话我带你转转。
叫我多福就好。我听说了，你一开始是找小芝问路的，小芝最要好的朋友希拉就在前几天和商队去迪斯了，他最近刚好魂不守舍的，你别介意。也是你来的不巧，商队有急事出去了，阿尔巴今天也忙着准备表演，只能我先带你住下了。关于你问的去迪斯的问题，可能得等蓝鹫小姐回来再说了。这屋子以后就是你的了，在迪希尔期间你都可以随意使用。床铺、被褥、洗漱用品，还有新鲜的曼陀罗点缀。嗯，很好，一应俱全。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就冲着窗外喊一声。你也看到镇上这些人啦，一个个最爱凑热闹，一定有人给你送的。迪希尔好就好在有蓝鹫小姐的商队养着，暂时没有挨饿的烦恼。如果你是担心费用的话，大可放宽心，蓝鹫小姐会以最良心的价格把你在迪希尔的生活成本算在你去往迪斯的船票里的。如果实在手头紧缺，镇上的面包房、饭馆、酒店都可以打零工，直到你攒够钱上路为止。当然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当个邮差。当然蓝鹫小姐体谅大家一路穿越沙海的辛苦，这里就是所有旅客的避风港。迪希尔很奇怪对吧？没有人问你来自哪里，没有人问你目的，就这么随便的让你住下了。没错，迪希尔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来到这里的人不需要知道彼此的过去，只需要知道未来大家都会实现同一个愿望。你也一样。我们都会去迪斯过上理想的生活。我要去忙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就等另一面窗外的那位回来再说吧。是的，你超级好运，能住在蓝鹫小姐的对面，这里无论是风景还是办事都是最好的房间，是离美好的未来最近的地方。小心，要
小心。Thank you.
下班纪念。二八，看这里，咔嚓咔嚓。蓝舅阿姨说了，到迪斯就能买到真正的相机，到时候我也给你拍一张，拍的和妈妈的照片一样好看。那可不得了，我得拿着你拍的照片去参加选美了。切，又吹你的选美了，不还是为了奖金那点票子？切，你懂什么？那是荣誉，你当谁都和你一样啊？喝醉了，抱着蓝舅小姐的大门，喊着"一方巾才是我唯一挚爱，我要去迪斯赚一方巾。"一方巾能买几个相机啊？我也不清楚。一个一方巾，或许可以买一麻袋面包吧。你在找什么？声音？难道是商队回来的马达声？这个时间大家都忙着回去休息呢，或许是有谁在抱怨今天工作吧。炫酷的战斗模型吧。与此战法，与此战法，直至荼蘼。与此战法，直至荼蘼。别想跑。全击锁定，末路将至。你喜欢迪希尔吗？
你喜欢迪希尔吗？喜欢这里，喜欢这里每个怀揣希望、共同奋斗的景象。我相信迪希尔是通往迪斯的捷径。兰鸠小姐说，我们距离梦想中美好的生活只有一步之遥。你也是这样想的，对吗？你见过迪斯吗？迪斯会是什么样的呢？迪斯的药会很贵吗？迪斯的医生会对我不耐烦吗？会像故乡的那些人一样害怕我的疾病？小芝姐姐，你在找什么呢？怪物，好多怪物，迪希尔，你看见他了吗？他刚刚还在这里的。迪斯，兰鸠的谎言。在等什么？我不在的时间里，迪希尔的大家将你招待得如何？
听多福说你的住处风景不错，有机会的话我请你一起在阳台喝杯茶吧。给你一个免费的小建议，既然初来乍到，还是不要独自乱逛比较好，你说呢，这位新邻居？走，这回干票大的。与此战法，与此战法，直至荼蘼。与此战法，直至荼蘼。怎么，害怕我？趁我不在的时候，他们说我什么坏话了？小智他们干不出这种事，我猜多半是胡安和你说了什么吧。还以为你胆子很大呢，居然一个人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幸好我恰巧经过，捡到一只迷路的小兔子。不谢谢我吗？只是这样，新来的朋友未免太没有诚意了。我们生意人做事可是要讲报酬的。作为报答，不如告诉我，刚刚你掌心里红色的光是什么？哦，你在迪希尔遭遇了袭击，哦，这可是件大事。镇民们胆子小，别给他们吓坏了。看来，我是得清理一下会威胁到迪希尔的东西。保险起见，我再问一遍，孩子，你确定你刚才被黑影袭击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是蓝鹫？我好像还没有介绍过自己。
没想到我和小邻居的第一次见面会在这里，幸好是误会，你没事就好，放轻松些。迪希尔不问来路，也只有一个去处。等你想好什么时候去迪斯了，带着你的筹码和诚意来找我。在决心上路之前，好好享受你在迪希尔的时光吧。虽然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但忘记自我介绍不是优雅的待客之道。兰鹫，迪希尔的主人，祝你做个好梦。你说兰鹫小姐吗？这里所有人都尊重她，崇拜她，毕竟是因为她我们才能有缘相互认识啊。要不说奸商会钻空子呢，移民审核收紧了，但沙海商路依然活跃，运货的买卖哪有运人来的值钱呢？是兰鹫小姐收留我，我才有机会在迪希尔打工，才能攒钱去迪斯。他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在这里才能知道妈妈的消息，才有机会等妈妈来接我回去。兰鹫阿姨答应我了，到时候就让我躲在商队的货箱里，迪斯边境的人不会发现我的。那个兰鹫就占领了那片废墟，用上不得台面的金钱手段，带着一批没钱没身份妄图混入迪斯一步登天的移民，占有了迪希尔。你以为谁给我的机会在这儿跳舞？你知道去迪斯参加选美需要多少本金吗？迪希尔的一切都是兰鹫的，我是在为他卖力没错，但没有他，我连接近梦想的机会都没有。不相信兰鹫的人不会留在迪希尔，他有些做法我是不认同，但他是好人。为了迪斯，所有威胁城邦安危的种子都该掐灭在沙海中。
好甜美，好天真啊，好脆弱，又好容易满足。你说的地方我去看过了，倒是没什么兴趣。蓝舅也不是什么生意都做的。你提起的这个人，我也见到了。他比我想的有意思，至少比迪斯外事局的家伙可爱多了。不过这么早就把筹码压在他身上，我还不放心呢。迪希尔不一样，这样的绿洲能在沙地里生长就已经是奇迹了，一点点风沙都会剥夺他们全部的生机。脆弱到无法扎根的植物们需要更坚韧的土壤。算了，和你也说不明白。小邻居，光是在窗户里看着可得不到答案，用自己的意志行动起来吧，让我看看你身上是否有我需要的价值。纪念，二八，看这里，咔嚓咔嚓，那可不得了，我得拿着你拍的照片去参加选美了。小心，要小心。怎么，对我的出现很意外呢？还以为你会期待和我的相遇，毕竟你对着我的窗户看了整整一天了，不是？你想看些什么？是关于小镇的秘密，还是关于我的秘密？我以为你窥探了那么久，早就该发现我隐瞒的是什么了。难道是因为离得还不够近吗？
这样搁浅，能看清楚吗？小邻居。Careful eyes as I slip into the night. Silk on my skin, gentle rustle, like a siren's song. You're drowning in me, in my mystery, but will you dare in the end? Come closer, darling, don't be shy. 想跑就这么害怕我？迪希尔可不是一个能让你随便进出的地方，我这样纵容你，你就打算一走了之吗？不做些什么报答我吗？你很好奇我，我知道，我感受得到你的注视。你是怎么看我的？好人，坏人？那你猜猜，我又是怎么看你的？玩物，灰心，还是充满价值的猎物？说吧，说着，告诉我你手里掌握了什么？你又能为我带来什么？离开，不要靠近。我所到之处将遍地鱼子绽，鱼子绽放，直至荼蘼。末路将至，鱼子绽放，直至荼蘼。别想跑，末路将至，鱼子绽放，直至荼蘼。别想跑，锁紧盖，锁紧盖，末路将至，末路将至，别想跑，鱼子绽放，直至荼蘼。阿尔巴，
不用天天给我送东西，还是留着等去迪斯给妹妹吧。啊，兰鸠小姐记得我妹妹的事。当然，我要是有兄弟姐妹能去迪斯读书，我肯定也和你一样，把好消息告诉所有人。那我什么时候能去迪斯？我知道，你是这儿最努力的。你赚的收入早就够抵消你在这里的生活开支和去迪斯的路费了。但你的故乡没有你的身份记录，商队带你入城要承担更大的风险。我懂，我懂，我会承担这些风险的，我还有存款。不是这样的，亲爱的，风险指的只是一个机会，一个能够避开排查、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你会有机会的。嗯，我知道，我不急，我懂，只是要时间。怎么，是我把你吵醒了？不过你看上去还挺有精神的，睡得不错，还以为昨天暗巷的事会吓到你呢。那得问问你了，听说白天想着什么，晚上就会做什么样的梦。你平时也是这样，在大中午迷迷糊糊做白日梦吗？究竟梦到了什么，这么久都舍不得醒来？好啊，那我祝你好梦成真。我的小邻居说话真深啊，有时候我总是听不明白。你闻到了，是黄油和小麦的香气。小智的手艺很不错，我有时候在沙海也会想念他做的味道。你刚起床一定肚子饿了，别错过新出炉的面包。要找他的话，从这儿下坡一直往镇中心，可别再迷路了。这也是隔着阳台的乐趣，不是吗？我不确认声音是否能清晰传达，但我知道每个动作你都能看见。我昨天让人晚上给你送去，可他们告诉我你已经睡下了。可惜
凉了就不好喝了。
Thank you.
我陪着你。鱼子绽放，鱼子绽放，直至荼蘼。末路将至。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一点，我以为还要再给你一天时间呢。如果还有想问的，沿着那儿走。迪希尔的边境是整个小镇风景最好的地方，我在那里等你，小局长。我知道，我不急，我懂，只是要时间。那些是什么东西？是我酒还没醒吗？真见鬼了！
有进步啊，小局长，这次没有迷路。迪斯比这里美的景色你肯定见过不少吧，这样平平无奇的荒漠景观对你来说算不上什么，但迪希尔的大家都很喜欢这里，整个小镇只有在这里能够看到迪斯城，但也不是随时都能看到，如果有沙暴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正因为遥远，所以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填补它的样子，想象那边有最壮丽的风景。身处其中的人，恐怕不会有同样的体会。在迪希尔的这几天，你有没有去阿尔巴的饭馆吃过饭？他们都是好孩子，因为有他们，迪希尔才能够留住片刻的幸福。饭馆的红酒也很不错，不比迪斯的一些高档红酒差。酿造的方法，阿尔巴学了很久才学会，胡安被他拽来试酒，差点折磨的就要因此戒酒了。那秘方还是曾经的迪希尔度假酒店留下来的。你知道吗？这里以前是一个很繁华的度假村，很多迪斯的有钱人都到这片绿洲来享受假期。我知道他们会派什么人来，但他们给你做的功课比我想象的多。外事局还和你说了什么？我猜猜，不外乎就是说我们鸠占鹊巢，一些阴沟里的杂碎聚集起来，整天做着一些异想天开的美梦，是吗？那你对迪希尔现在了解了多少？我还没有讲过我将他们带回迪希尔的故事吧。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希拉的时候，商队刚刚途经红石谷，听说我能带人去迪斯后，希拉的父母就把他交给了我。商队启程的时候，那对夫妻就守在故乡的门口一路目送，一直喊着去迪斯就会好的，去迪斯就痊愈了。希拉那时是笑着离开故乡的，但我一眼就看出希拉的病症了。他身上的 M 值早就接近异变的临界值，那是天灾带来的狂恶病。你说迪斯会是什么样的呢？迪斯的药会很贵吗？迪斯的医生会对我不耐烦吗？会像故乡那些人一样害怕我的疾病吗？但迪斯之外的人们不知道这些，他们神化了这座城邦，将关于未来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片模糊的远景里。
商队捡到小智的时候，他连个能避风的屋檐都没有，就睡在雪地里。这傻姑娘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她那叔叔阿姨早就对外称自己的侄女病死了。她知道我的队伍会去迪斯，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沙海很大，但能扎根希望的土壤却很少，能抵御风沙的顽石更少。这里最多的是这样的细沙，向往迪斯的风把它们吹到了这里。那里是什么声音？我也听见了，越来越近了。这些话怎么都枯萎了？怪物！小镇上有怪物！我来亲自送他们启程。下得认真对待了。不错，我很久没有好好发现了。烟霞已生。看你的，不堪一击，末路将至。警告！不堪一击，不堪一击。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小局长，做个交易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小镇还能支撑多久，真相迟早会暴露。
在这个名为迪希尔的气球被绝望撑破之前，去戳穿它吧。美梦该醒了。Thank you.
小镇上都是怪物，怎么会这样？那些怪物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要干什么？我们躲在这里，他们会冲进来吗？怎么办？现在该怎么办？兰鹫小姐会来救我们的吧？对，还有兰鹫，兰鹫会把这些怪物都处理掉的，她会保护这个小镇的。我不知道，兰鹫。你怎么了，辛迪？我听见怪物说，他们说，骗子，蓝鹫是骗子，是什么骗子？你说清楚啊！说他是诺菲，诺菲，那个怪物说自己是诺菲。诺菲不是去迪斯了吗？上次兰鹫小姐还说帮他在星城找到了工作。难道兰鹫在骗我们？不会的，不许你胡说！兰鹫小姐不会骗我们的，绝对不会。声音，大西，是你吗？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上演，末路将至。好戏上演，警告！末路将至，末路将至。好戏上演，到此为止。末路将至，请干。与此战吧，是荼蘼。迪斯，是迪斯来救我们了。
迪斯来人了，我们有救了。是蓝鹫小姐让你来的吗？我就知道她一定有办法，她才没有骗我们，她不会抛下我们的。这个交易你没有拒绝的余地，因为它已经开始了。幸好你出现了，目前曼陀罗的掌势只够保住镇中心最后一点安全区域，就在小镇的旅馆附近。我会尽可能地引导大家前往安全区，怪物们会聚集在安全区之外。我需要我的小邻居在最危急的时候帅气登场，以迪斯的名义拯救他。没有误会，是我做的，是我擅自收留他们，蒙骗他们，将他们困在这个虚妄的乌托邦里，给他们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都是假的，我们根本不可能去迪斯，是吗？傻孩子，怎么现在才意识的？未免太晚了。你说会帮我们洗白身份，我们可以在迪斯重新开始。你还真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事？该说是你高估了我呢，还是低估了迪斯的边关？想到能把这些傻孩子托付给你，难免心情愉快。我对你的到来有过很多猜测，我起初认为你可能是外事局派来调查偷渡剿灭这个小镇，但我发现你和移民们相处得还算不错。比起偷渡，你更关心狂恶，甚至不希望怪物伤害到镇民。彼此彼此，小邻居。你让我们在这里工作，你告诉我再等等，一定还有机会的。只是想让你们为我卖命而已，不然我的商队怎么能赚这么多钱呢？那些已经去迪斯的人呢？没有人真的去迪斯了，一个都没有。你的好朋友希拉也变成一样的怪物。你就是为了骗我们的钱，亏我那么相信你。
我一直都是独自一人，一个人在阳台看书、看风景、喝茶，消磨一个下午。看那些自欺欺人的傻孩子从楼下经过，向我讨要新的虚假的希望。看他们来了又走，未来有人能替我做这些了，所以一些骂名而已，一个人也无所谓的。从收留我们开始，一切都是骗人的吗？收留？不是你们自己一意孤行，自愿跟随我留在迪希尔的吗？迪希尔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只要还上了欠我的食宿费用，你们随时可以离开。但你们就是愿意傻乎乎相信那些梦话，相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我是骗子？那不如说迪斯才是更大的谎言。你们以为就凭着你们那点钱，迪斯城就会收容你们吗？那儿可不是难民营。不如把那些钱给我，在迪希尔的日子不是过得也不错吗？对了，多福怎么不在？有机会的话该让他好好和你们讲讲，他是怎么一封封伪造那些信件，给你们创造希望的。信，连信也是假的。是啊，迪希尔的存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这里不过就是一个被迪斯抛弃了的废墟。我每天派人处理那些枯死的植物，种下新的，才有了你们以为的绿洲。无耻！老子一开始就不应该相信你，一会说10万，一会说100万。兰舅，老子今天就算死在那些怪物手里，也要拉着你一起死。那是他们还不知道我们交易的筹码。得到一个喜讯，外邦禁闭者蓝鹫不再会是迪斯边境的威胁。交易达成了，去成为他们新的希望，这是我最后能做。这下得认真对待了。我不擅长上前线，靠你们了。
是谁在我的墓前放下杯与玫瑰？烟霞已生，看你的吧。安静。好戏上演。安静。你是迪斯的人。你救了我们，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或许我应该和达西一起消失，反正咱们的梦想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去不了迪斯了，一切都是假的。那么努力的借尸变兽，也都没有任何意义。到底应该相信谁呢？去不了迪斯，又该去哪里呢？迪西亚又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都完了。全都完了。结束了吗？迪希尔要被消灭了吗？我没有地方回去了。流民站，那是什么？听上去一点都不好。你是迪斯的人，我们可以相信你吗？我们可以去那里吗？去那个叫流民寨的地方。迪斯的人说我们可以去，那就一定可以去的。那里会有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吗？会不会很远啊？我剩的钱可不多了。Thank you.
去了迪斯就少喝点吧，欢。你那点钱可不够买酒的。阿尔巴明明最喜欢吃甜点了。小芝，你的手艺足够养活你自己。利阿姆，慢慢长大吧。替我延续下去吧，替我将他们永远无法兑现的愿景保护在绿洲中。后会无期，小邻居，下一次推开窗就看不到我了。你知道我是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合留在迪希尔的吗？看一眼就知道了。没有人比我更懂什么样的人会依赖自己的虚妄幻想活下去。让梦停留在破碎之前，也是我的幻想。这里也是我的绿洲。又是想去迪斯的孩子吗？让他们跟着商队一起吧。我们是商人，有生意为什么不做？走吧，去下一个迪西尔。
信吗？抱歉，我可能不是个好邮差，但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我很乐意帮忙传递心声。